这是什么意思？对着空气，我们对空气，我们对空气。你们把我围起来干嘛？我们对空气嘛。你应该举中指盖子吗？啊啊！中华统一军团，赶快打！他讲就好了。那个，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，看着。拿着。没有，他现在没有笔吗？你再比吗？你再比吗？对啊，刚刚有笔啊。有没有承认没有笔？你承认吗？你说吧。啊 ，A 哥。你刚说什么？啊，我刚说什么 ？A 哥。你讲啥 ？A 哥。你是 A 哥。A 哥。没有，你不是 A 告，你有高位，你有见过。他又问他是 A 告，他是请教你是不是 A 告。帮我拿着，我去关音响，手不要挡到，拿着，对着他，要不要报警嘛？日本人要不要报警嘛？报警啊！报啊！报警啊！嗯，报啊！你现在那个日本狗阻扰我的人身自由，日本狗阻扰我，你个日本狗，不要讲，你先往前走，都让开，你给我比中指干嘛？请你让开，你给我比中指干嘛？我现在要过马路，请你让开，道歉，我没有对你比，没有就好，我没有对你比，道歉，请你走开，我没有走开，为什么不能站这里？你挡到我的路了，哎，路很大，对呀，你不会绕路啊？啊、对，那你绕路就好啊！你撞我，挡我路哦！你不要撞我，你现在是挡我路哦、啊！路是你的吗？我们不能走吗？啊、你在挡我路哦！啊、你在家比撞、哦、比大楼不可以吗？那就是有大楼，那就是有嘛、啊，那就有嘛！你要，而且你是对着我哎、欸，你的眼神是对着我，是你对着我比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对着我比，你刚刚对着我比，你踩我干嘛？你踩我干嘛？你脚摆在这里干嘛、欸？你说有踩就有踩吗？你们不要再碰我哦！谁碰到你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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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道歉，你不道歉，道歉啊！你对一个女生比中指，对吗？你对着我比中指，你两个手对我比中指，你两个手对我比中指，我哪里两个手啊？我坐在车上，我是没拍到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你刚他刚刚对我比耶，你两个手对我比中指。先生，不要，你们在台湾道歉了。我是这样子，那在中国道歉了。我们是二号，我绝对不要。那你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爱都不爱啊！我不要对中国道歉，走开！你为什么不对中国道歉？走开！迈开，迈开！我为什么对中国道歉？走开！高明秀，日本人，日本人对中国南京大屠杀，你拿车子撞人呐！你拿车子撞人呐！看我干嘛？啊！好了好了，你拿车子撞人，你拿车子撞人，我要走哎、欸！你撞我干嘛？拿车子撞人，你要走，你好好讲。你刚刚有没有比中指？你一下说有，又说没有。当我说有，有行车记录器的时候，你又说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要打，走开。你他妈的啦！拿车撞人他妈的！我要走哎、欸！你拿车撞人，你就是让车子撞人家。又说要走，这么多人看到你拿车子撞人，恬不知我们都看到你拿对我们比中指，然后你马上说你比大楼，然后我告诉你说我不对着空气比，有没有比中指？行车记录器有哦。当我说有的时候，你说你对大楼比，你没有对我们比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喂，你好，我被统一出境党的人在路边打。中华统一出境党。中华统一出境党。对，我在和平和光复跟光复跟南京交叉口。你有比？对他们对我拳打脚踢，把我眼镜打到地上。你拿机车，你拿脚踏车撞人就可以。我怎么可能拿脚踏车撞人？都有路。对，你都不会，你都不会。你们刚打我有没有路？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他们说？你们打我有没有路？法官说，有没有比就跟法官说。对啊。嘴巴没有讲过真话。好，我好，谢谢谢谢。打紧张啊！你刚刚打我眼睛，我现在右眼看不太到。没有看不到，要到殡仪馆，妈的，买一买好了。我被打了乱七八糟。报警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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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等嘛。我们就等他报警。我现在右眼这边被你打到，有点模糊。谁打你？谁打你？妈的！人家好好的，你怎么现在我打你了？你没有比我啊！你不要对我比中指。你有对我比吧？你先对我比哎！你先对我比哎！我对着那个大楼。对对，那就是有误，那就
啦，但不要动手。我是女生哎、欸，对着我比中指哎、欸。那也打了，那也打了。你们全部打我一个，那别打嘛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我就想说，他妈打我干什么？对，你对着所有人，对一个女人比中指，你就可以。对啊。他对我比中指呢、欸。他这个不能打。对。你为什么我在这里对我比中指？好了，大姐。我什么时候打你？大姐，大姐。已经结束了啦，我们等警察，我们等警察。对了，那不要吵了啦。我有看到，我看到你们做律师的。你有看到他拿对我比中指吗？就都有比也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你有看到我们打他吗？你有看到吗？好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就算比了也结束了。没有啊，报警了，报警了。我们等警察，我们等警察，没有关系嘛。我也看不下去了，对吗？断章取义，你自以为你正义魔人吗？那要高位降维啊！高位降维。好了好了，我要走，你不让我走，你还打我。我们哪里不让你走？我们哪里不让你走？那你跟我比中指干什么？这么大一个路，你比完了你什么？互比完了吗？我有比。他先羞辱我，我要求道歉，过分吗？我有打你吗？当然有啊！白露下来，他说我打他，你证据。公然侮辱，他在这里打，大哥打的啦。那他讲我打你啦。好了，那不要再不要再添乱了。打我多少人？你少讲一句，大家少讲一句好吗？大家少讲一句了嘛。他打的对啦。我没有讲过一个真话。少讲一句啦。我打的，真的没有讲过一句。不要动手嘛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是啊，我问你，他拿脚他在撞我们呢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买便当，我快看到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对我们比中指，可以拿脚他在撞我们吗？你们才没有讲真话啊！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还说日本人不跟中国人道歉？你挡我路哎、欸！啊，谁挡你的路啊？他哪有挡你路？这么大一条路，怎么挡你啊？你围着我围多久了？啊，围十分钟了。那你跟比中指干什么？我叫你道歉啊！怎样围？怎样围的路？请问你，大姐，你先结束，我觉得其他人就会结束了，我哪要打你啊？好不好打我到不到？我哪要打你？你先结束，我们等警察来。那你要打他，打我干嘛？如果造成你的不悦，不用了，我跟你道歉，那你给我道歉，好，我跟你道歉。你有没有打我？我有。那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你撞他。那我道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。你再打我是没有，没有。你刚刚是比中指道歉，不是要打他算我道歉。大姐 ，OK 了。大姐，你先结束，应该事情就结束了。等警察来，报警了，我们不报警了，我们等警察来。你们就是要让警察来嘛，你就是要闹事啊！哎、欸，是你报警的，你报警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是你报警的嘞，你叫我报，你们不让我走啊？我们哪里不让你走了？啊？大家看清楚，他好手好脚，手是好的，脚是好的。他说我们不让他走，乱七八糟，我们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个态度呢？你一开始就不要这样这种态度，人家会这样子吗？只是跟你一个说理，你为什么不说理呢？那个他被围殴了，你不要乱讲哦，没有人围殴哦，你不要这样讲哦，我们没有围殴哦，对，那不叫围殴，那不叫围殴，请你现在马上更正，说这不是围殴，对，看到一个人打他，然后又围他，对吧？我们叫他道歉，什么叫围殴？他撞我，他打他，真的是。继续录对你们没有好处、哦。我就没有录，我没有录。讲一句了嘛，大姐，我觉得你结束，大家就结束了。我为什么要？今天只是冲突，我们做了什么了？不开心再对下去。我不需要做财政吗？可以、啊。他拿脚踏车撞我们，我不需要做财政吗？是、啊。你要帮我检查眼睛吗？上车，上车，先上车。就除了就觉得右眼胀胀的以外，他觉得那里不舒服。头啊，头刚被打好几拳。好，那我这样子，我个人还是会建议看得到外伤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这边被白打。我建议一样到医院去做检查，这样子，因为毕竟有打到头部了，怕说可能内部有什么地方受伤，我都不确定。内部从外面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会建议说我们一样到医院。那你们看不到外伤吗？对。那算了。没有，我现在还是在建议。救护人员建议他说到医院去检查，然后他说他没有外伤啊，那个，他说他没有外伤，所以他就说算了。
现在呢，救护人员在进一步帮他做视力的检查。两个都这样的话，我建议我们当医生跟你吵架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强迫你去的。对，那如果你 OK 的话，我们就带你过去，或者说你之后你要事后自己过去，也都是可以的。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没有事，你报警啊，所以我们不会走啊。对啊。因为你有报警，等下我走了，你说我畏罪潜逃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说啊，畏罪不是你打的，是他打的。那不晓得啊，因为警官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一定是在这里等警察来啊。啊而且你用脚踏车，是你报案的、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有本事。如果你不好，所有事都不是不是不是。你如果要来做调解，你要站在中立的立场。你撞我脚，我脚踏车怎么撞你、啊？对嘛，对不对？你脚踏车怎么撞？你本来就是拿脚踏车撞我们呢、啊。打你啊！对啊。你不是讲得很好笑吗？你想要故意来撞我，撞我的下体，然后你说怎么撞，就好像我问你，他手怎么打你？脚踏车真的没有办法撞你啊！当然，脚踏车没办法撞你啊，所以他的手也绝对不会打你啊。他手怎么不会打？他手就打了嘛。手速度那么慢，手是他手会痛啊。你脚踏车还不会痛、欸？你们不是只打一拳，你们打十拳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不要用你们。你不能用你们，所以你们一个打一个录一个讲，然后还有小孩子，你撞我，一起弄我，你撞我，你跟我比中指，都要讲出讲进来、啊、进来，有事吗？好的，开车你对啊，我们等个红灯而已。你们有骂我，我有骂你们，我完全骂你们。谁先讲？因果关系，什么叫因果关系？你想过没有？你对一个女人比中指，两个手比中指。我们在问你为什么，你还用脚踏车故意撞我？你父母亲教你的吗？故意撞你。对啦，你没有啦。你刚不让我走，所以也没有人打你啊。你把我逼到柱子那边。我在问你啊。我说你为什么不道歉？你跟我比中指，为什么不道歉？你现在还要逼我吗？我没有逼你啊，你现在有吗？现在谁怎么逼你了？大家都在看呢，谁逼你的？是因为你报警了，我们都要等警察来啊。对不对？那你当警察了，你说我没事，误会一场，那我们当然走啊。那你带我们走了，你说我们畏罪潜逃，那还笑话吗？所以我们等啊，等你报警啊。本来就是啊。当没事好了，因为我也没录到什么人，我也没有伤，我也没有动不了人。那大家来握个手，没事了。不要跟可以吧？我不要跟他就好了，他不握手的，他自己讲没事的。现在我们现在要做至亲，哈、嗯，是他要离开的，对不对？是他自己要离开的。让他自己说，对我们不要插嘴，让他自己说。没事就没事。对啊，如果讲没事了，我们就走了。对嘛？对啊。对嘛？刚刚拿起来是不是？我没有回手，他们把我打。我也没回手啊，我被撞。你被谁打？二号的，这个。对啊。他对我。他对我两个手比中指，对，我要告他公然侮辱，放我了，至少我们至少做个记录，对吗？我没有要怎么样，对，我要告他公然侮辱，他车撞我的下体，啊对，怎么我前脚踏车要走，我怎么撞你的下体？我没有带，没有带，没有带，那你的证件？有，我待会给你，因为呢。你放，我去拿着，拿好。他没证件的话，可以去到派出所。到派出所。对啊，对啊，必须要这样子。不是，有时候法律没办法。被打。太坏了，直播。是直播吗？没有伤口啊。会有受伤？没有，他刚刚太嚣张，态度太不好。就走路口嘛，吵起来，我挑衅，他们挑衅，互相挑衅。他们下来，吵完我说我要走，我的衣服被憋到那个柱子，然后眼睛被打到地上，然后就倒了。我们好，警察先生先到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没事，请他们走了。
OK 啊，那我没打你啊。当然会生气啊，一个男人对了一个女人两，你两只手生生不生气？那你的证件给我吧，交给我。自己全部都乖乖的。啊，跟我一样。不要啊，你帮你的。撞我们，我们算是给他，我没有带任何证件。他没有，他是刚刚下来看，他什么都没有做。没有。证件看一下。我已经给他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证件已经给他了。哦，你们双方离开一点，好不好？没事了啦，不是，哎，不会，哎，今天不没有，你们来了，没有争执 ，OK。好了，你站着。这个时间用的，来了几位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位。我们在等红灯。他逼多久了？挑衅我们嘛？关键我穿衣服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他刚开始的起因，挑衅完然后。不是对我。行了，我们同事都跟我们主管报告了。我们同事在跟我们主管报告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那我们同事有讲话的权利嘛？对不对？他如果要给你申诉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哦，好不好？一样，他的在哪弄？他撞我的。我们撞在一起，撞在一起。他挂没西边了。啊，我未死命咯。好啦好啦，所以我冇去检查。好啦，要检查做检查。当然啦，伊也要过，我当然来。没关系。好了，不用再过去了，好不好？我站这里可以。不用再过去了，哈，你们就站。我站这里可以吗？你们就站这边。我为什么要站在这边？避免进一步的冲突，哈，避免进一步的冲突，在保护你们双方。哦，我们已经是完全配合的状态。来了，我们要有适当的动作，你不用再过去去侮辱对方，哈。他可以羞辱人，可以打人，然后再来怪人家打他，都有因果关系的嘛。跟你讲一下嘛，小姐，别说话了，太水，别说话，我们也是公正立场，好不好？你要提告是不是？他如果告我们，他提告我们就提告。好好，没问题。表示你们自己的意愿就好了。哦，我唔无。伊也要讲，因有因果关系，有因才有果。对嘛，这是因果关系。不能说拿果不谈因，前后关系要搞清楚。邱俊伟，邱俊伟就是，你们三个都跟我们合拍手。我分两个在什么区？松山。松山。啊。到松山问题还是到哪个派出所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宣传车还要开啊。你们宣传车看谁有办法帮你们开？警察一进，没有办法，只有我。没有办法，只有他会开手牌车哎。只有你会开啊？对啊。我的赛几条啊？你话到几位？到你后边。到哪一个派出所？我们可以 Google 啊。啊？东社什么？东社派出所，松山分局东社派出所，我是这边的副所长，好不好？我们东社是哪一个？你查一下。东边的东社会的社，在长庚医院那边。还是你跟我的车企帮你们处理的。啊，完全完全。口气互相，想要对我们也大小声。不啦。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在好好讲话啊。不然跟副所长而已。搬到我们派出所，对一下，好不好？先到我们派出所处理一下。没有 Google 一下，在这边不好看，好不好？东社派出所。
现在不是说要靠背了，那大家要公共。松山分局东社派出所。安排几台车？我们就一台宣传车而已。不然都先到派出所了。六分钟就到了，好，六分钟，我们有 Google 了，我有 Google 了，好了，上车了，我们一车都过去嘛，上车上车，都上车上车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到东社派出所，在这个地址，南京东路5-23巷6弄，然后几号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 Google 上面没有显示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再放车上去。我们今天呢本来是好好的扫街，然后因为从一大早出来，现在要回党部了，然后在回党部的就在快到党部的路上，这里是南京东路跟三民路口这边。开车的是你开车，你们证件都在我这边，你跟我骑，我知道，我跟你骑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哎，我们有 Google。哎，我跟我的车走。好。好。好。谢谢。OK OK。等我一下。没有啊，他们还敲了没有？是啊，没有啊，在李成龙说。他开车啊。就是有说，对啊，他脚踏车撞到你，有没有先去医院？先干嘛？啊，没信的没信啊，不好不好的。那到医院会生吗？留点口德啦，不要断章取义好吗？对啊，你看你有没有要先去验伤还是怎样？先去派出所啊。对方行一百亿吗？对他，对方也还没决定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先关掉？我好怕等一下没电。好，先关掉。哦，跟主席报告，我们就是刚才啊，就在这个南京东路三民路口，在这里等红灯嘛。然后我们的宣传车就一直放那个广播嘛。然后那个男的突然就停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前面，很近距离吧，超近距离的，不到30公分，还不到，就是距离我们车身啊，不到30公分的地方，他那个脚踏车就停在我们车头前面，然后呢就对着我。中指，两个手哦，两个手哦，我一定要强调。然后我就因为我窗户是没关的，我说你对我比中指吗？他说对大楼，我就火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要问他一下，你对我比中指什么意思？他说对大楼，要不然就是对着我们宣传车，我们整个车都是我们党部的 logo， 然后我们的车体广告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。选举的文宣海报上面有我们的总裁，还有我们不分区的第一名谢启大，还有第二名叮当哥。那请问你是对着我车头前面的 logo， 还是对着我车体？然后他可以对着我讲说他对大楼，我在他45度角，然后他对着我45度角后面的大楼，那不是很牵强吗？有就有嘛，你对我比中指，那你就承认嘛。对不对？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的冲突了。哦，对，在冲突当中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气急败坏了，然后他就拿脚踏车撞我们，就一阵混乱。然后当他拿脚踏车冲撞我们的时候，你认为我们旁边的同志会怎么样？当然就是用口水淹死他啊，对不对？难道你看你的
手足，然后在旁边任人欺负，然后你不动作吗？不可能嘛，是不是队长？对啊。啊，现在我们的身份证被收走了嘛，那很简单嘛。啊、他要我拿回去做记录。啊，他回去做记录，啊。然后现在对方收走，收我们身份证干嘛？又不能当钱。对啊，因为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还可以去补办。不是啦，我们还要投票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让他就是扣押我们身份证，应该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嗯、他也不能扣你身份证。对啊，他对着大楼比中指的，这理由太牵强了吧？然后我问他，大家刚刚都有看到了，我一直问他你有没有对我比中指，他说我对大楼，我对大楼，那你见鬼了你啊，可以这样子吗？硬凹吗？那我就是我跟他面对面骂三字经，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对着空气骂三字经，意思不是一样吗？莫名其妙。对啦，大家都有看到他外套上面就是一个日本国旗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那只能用口水淹死他。我们也很努力这样做了，可是他还是活得很好，只能怪我们自己口水太少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本来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去休息，喝口水，喘一口气，再看晚上到哪里继续扫街。因为今天是超级星期天呢，再五天就要投票了。政党票请投二号中华统一促进党。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，政党票请一定要投二号中华统一促进党。怎么办？快到了吧？对，快到了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如果等一下到派出所的话呢，是绝对不可以直播的。OK， 那我就是继续播到了那个东社。东方的东，社会的社，东社派出所之后，然后就下来了这样子。然后前面呢有两位好心热心的员警帮我们带路，其实我有跟他说我们自己可以导航，但他们还是很热心。刚才来了十几位警察，男的有十位我数过，后来又来了好几位女警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很奇怪，然后看到后半段的人，然后都指责我们的不是，这个因果关系不重要吗？他不要对我们比中指，挑衅我们，激怒我们。他不要用脚踏车撞我掉。哦，对，后面还用脚踏车这样子对着我撞，我的脚也被他撞到啊。对，现在我们到了。哎，你注意这边，有点太过来，我怕看不到。东社派出所，我那个不是，窗户没有关，窗户要关。不，我车上有手机呢。哎，带着，没关系，摆着。好，等一下，那个啊，我这边下车好挤。那位是那个副座。等一下，我那个，哎呀，麦克风，就我们就一群人，然后整台宣传车就跟到这里来了。对。啊？那个宣传车的。车门忘了关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超级星期天，然后就到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的东社派出所。对，东方的东，社会的社。而且，你进派出所那个直播
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做个说明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去了，所以呢，直播呢就要在这边暂告段落。那等一下看情况，然后呢再上来跟各位报告。